永和。火车过站都无等啦，时间嘛无等啦。摆明了再瞧不拢，蓝白拖也没意思。传出侯友宜下最后通牒，礼拜五没结论就免谈。柯文哲也撂狠话，国民党如果没提出明确方案，没有下次见面的必要。下午有联络，下午火车不能，明天就是最后极限吧。登记日逼近，不但没有堆叠善意，还互相呛虾。战斗蓝领袖赵少康就痛批柯侯猪，话讲得很漂亮，但其实都没做到。蓝营基层焦虑感再度爆棚。那我们确实有一些基层的声音啊，就是让国民党自己要争气一点啊，干脆自己来选。大家还是要稍微还是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想一想哦。当然，如果最后不成，当然是要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。柯侯两人正负瞧不拢，国民党北市立委参选人罗志强就建议干脆抽签，反正数学几率也是科学。从事政治的好朋友啊，有时候天马行空的想法，我们觉得说说就好。那如果没有办法说服主流的民意，那我想这个人民也没有办法接受。根据网络媒体最新民调萨卡都来看，民众党柯文哲 29.5% 位居第一，民进党赖清德 29% 位居第二，国民党侯友宜 28.9% 紧追在后，三人民调如麻花卷卷在一块。如果郭台铭也参战，赖清德 27.9% 位居第一，侯友宜小胜柯文哲。柯侯从暧昧到冷却，基层声音兄弟登山各自努力，就快成为结论。三立新闻林凯君马玉文台北。